大家都还落后蛮多的啦，看碰碰，不过他只剩一张八条。对，二饼吃下来，往前推进。燕豪来到一进厅，燕豪基本上如果靠到万值的话，三六九万了哈，三六九万会退四条啊，五条相对没什么。对，没错，但是他比较危险的是靠到五八万了。靠五八万的话，五八万其实也还好，他应该也是退四条。对啊，但是如果进三六条的话呢？进三六条相对就比较危险，进三六条就很危险哦。对，因为进三条的话，三条是可以进二五八条，没错啦，也是可以先退五，但是进三条基本上来讲，二五八条。因为你五条自己抓了三张，等于是二条跟八条而已啊。燕豪也是可以选择往五八万退啊，对，也是可以啦。对，所以说这就是比危险性会比较高啦，对，思考会比较多啦。对，哇，桂芳哥那是八条，你要懂懂海啊啦。秦豪要上车就要打六饼，卡八条，卡八条，哇，砸在两个人抢八条，上家啦。哎呀，二条哇！哎呀，二条，这是应该没什么事、啊。二条，那条没事。OK， 先退五万。听三条了，先听为主。三条，卡三对，卡三对卡八，对五八。三条也是一张，是不是？对，对，没错。九条没事。会下二条吗？没有哈。他如果下二条的话，桂芳哥打那张八条是一三加药哎，是吗？对啊。哎呦，对不对？他刚刚如果下九条的话，下二条的话，直接三响八条，这就三响哎。哦，那燕豪真的是很关键哦。对啊，哦。哎呦，桂芳哥扎实啊！听单调七条哇，总共七条还有一张，七条还一张吗？一张，对，最后一张，没错没错。哇，好，九条没事，大家都这么的扎实啊！恭喜燕豪中动自摸，哇哇塞，燕豪连二摸，没错没错没错。太厉害了的，太厉害了！哎，慢慢的赶上来了哈。这台是两台三台，燕豪现在直接跟青豪来到了同分，都是55200分。哇，现在两个人并列第一哦。没错，没错哈。太厉害，太厉害！直接连摸两把，直接追回到第一名。第一节的赛事来到南风南，现在换青豪上庄。南风西，南风西。现在是南风西。对对，刚才是南风南。那不就变？应该是碰哥的庄家。看一下哈、哦。